三菱集团控制中加国权27%，如果要求 NCC 一礼拜内都要提出调查报告，佮批评鸿泰工业信托是违背承诺 ，NCC 则无依法调查。行政长陈建仁强调，相信 NCC 的独立性，啊，毋过有立委就讲 NCC 无存在必要 ，NCC 的主委就讲，敢讲要登去戒严。你说资料10月23日就已经到了嘛？对，现在10月7日嘛。对对对。那主委哈、哦，院长，我想请教哈、哦，如果在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能不能够给出调查报告？三菱集团控制中加国权27%的风波继续滚加，一位柯县长要求 NCC 一礼拜内提出调查报告。暗过前期不只是这一件，伊阁指出中加大股东鸿泰工业信托都要违背前5年15亿的捐钱承诺，即期 NCC 成为主管机关，煞无依法调查，要求鸿泰履行承诺。NCC 是一个独立的机关、啊、他们调查有他们的这个程序。陈建仁出面道公会强调相信 NCC 的独立性，不过最近 NCC 一直传出政治风波，还阁予人质疑无中立，还阁立委表示 NCC 无存在必要，但要想直接来反击。所以我说，难道要回到新闻局时代吗？难道回到戒严时期吗？那现在看绿媒持有系统台27%、30%都可以耶。啊，为什么不把中间的标准拿出来呢？这几年来看到，其实反正 NCC 这个独立机关不独立的这个问题，这才是他这个大家被他真正被诟病的部分。因为强调 NCC 是重要独立机关，维护民众有底的权利。暗哥也表示，这几年 NCC 无做好当初设立的进步目标，都提醒别人质疑，要求 NCC 爱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